好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款的话是不锈钢四个螺旋桨的啊，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动力啊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出网速度啊，非常的麻利啊，看一下拉，我们拉的这个渔网。相当的迅速，一个渔网的话马上就要拉完了啊，拉完之后我们遥控器上控制它，一键脱钩就可以了。把遥控船开回来，渔网放在这里等着上鱼。好 ，OK， 一分钟都不要啊，拉完。返航。看一下这个。返航回来了啊、哦。